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Crispy 这一团。嗨。说过的每个孩子都有了自己的装扮，我们今天穿了自己的装扮。好热哦！我现在觉得是个错误。好热哦。好，现在进入那个。有人很开心。好，那我们乐手就定位，我们要马上开下半场了。哎、欸，独角兽，独角兽。哎，独角兽，皮卡丘。然后他是兔子，我是恐龙。然后大家有看到那个专辑封面的那个，就是我们。下一首歌需要大家的协助。对，哎，好像走了很多人，可是还是很多人啊，非常好。下一首歌叫做100分。既然大家反应这么热烈，应该知道什么时候要就是给我一点 feedback 吧。我说什么时候，你们要说什么？我会考100分。对，就是这样，非常好，大家学习能力非常强。我发现我把帽子戴着会听不到，会什么都听不到。那就来一个试试看吧，一定要完成这个穿着这个东西唱歌的任务，来吧，100分。